接着讲因果明经论。昨天呢讲到这个烦恼的体相啊，烦恼的体相呢就是贪嗔痴意慢还有五种不正见。那我们今天接着讲烦恼升起的次第啊，烦恼是怎么升起来的这个过程。比如黄昏时有一团盘绳，眼识不明，物见盘绳为蛇，于是生起了执蛇的错觉啊，如是众生因无明不识运体的真相，就是不识这个无取运的真相，反而误记无取运体又以实有我的存在，以此我执而遂生诸余烦恼啊，一时我执便升起了诸余烦恼。四量论中说，于我自有他，自称自他分，以此等悉数生一切过失啊，执着于我呢就认为每个外面的众生也都是真实的实有的，那么由此呢起这个贪嗔。因为沙迦也见自我存在，与我对立，遂分判自他的差别，如是分己贪着自党，称会他品，原我高举，指我长断，对于我见等及其相关的所有的恶行啊，就是借尽取见，执着为最正确，如是便对开示无我真实义的佛陀以及佛所说的业果四谛三宝等法心生邪见，认为尽属无稽之谈，或者对此呢升起怀疑，不能够断定它为有为无，是也非也，是对是错，所以呢十种别烦恼都是由我执而引生的，将此开言同理可知，百千烦恼都同以我执为其产生之根源。所以说呢升起这个烦恼呢，首先是因为无明。那什么是无明呢？就是不知道无我的真相，执着这个无取运为实我啊，就像执着这个盘绳为蛇一样颠倒，这是一个错误的执着，然后衍生了这百千种烦恼。所以说呢要去烦恼呢，当然是先破这个无明，第一重无明就是这个人我执，